你知道吗？从1975年开始，台北受府，1882年、1884年建台北府以后，我们台湾的政治中心就在这。啊，以前布政使司衙门就设在这。哎，快哈！今年的同学，今年的同学认识。你没有看到那边有福有会那个一楼啊，现在是法鼓山的书店，嗯，宗教的东西呢，它是不计成本的，不计成本，你知道吗？那边曾经是台湾嘉义西湖到台湾来的第一家门市，嗯，对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要知道，嘉义西湖的第一家门市，它设在这里，表示这里有客群，嗯。啊，就好像台大医院最先设在哪里？台大医院最先是设在现在的忠孝国中。现在的忠孝国中在哪里？在长安西路和宁波西宁北路中间，这是大道城旁边。你知道吗？传统的中国人，传统的台湾人生病啊，拿青草药吃一吃就好了。偶尔还吃个什么中药，你知道吗？那如果真的快要死了，救不起来了，看什么？通常知道西医比较有用，可是，一般。